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stia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，谢谢你。对，所以刚刚秀刚确实有刀人哦，懂了。你好，这个要怎么玩啊？我不会玩这个哎。加拿大，我是加拿大。这要怎么玩啊？有人知道这怎么玩吗？这种怎么玩？转？怎么转呢、啊？知道怎么转呢、啊？有点难解释。你看那个，没事，我下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嗯，羽毛？嗯，我就要死了。可以不要砍我吗？我刚到现在，啊，我刚跟你报身份啦。你跟我报什么？你什么？对对，我要上去。你身份是什么？我刚才没听到。你刚刚没开麦。欢迎光临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阿光应该知道。干嘛？为什么都不跟我讲话、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清一下鸽子的病毒。哦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勤洗手时间， yeah. 大家好，你好。那大家看也是没话可聊、哦，我们在哦，他跟我讲哦，欣赏缆车。我懂了。刚刚瑞斯奇亚跟那个羽毛在说悄悄话啊，我来了，他们就不讲。没有，他就说他跟我报身份了、哦，然后我没听到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们上车就不想要屌我了。哦、你身份是什么？我刚才没听到、啊，你刚刚你没开麦。欢迎光临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欢迎光临。没有了，怎么可能不屌你是老大哎、欸！心杰，第一名偷假的，尴尬。那我先按跳过喽，跳过啊！祝大家幸福快乐，记得定时来消毒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要再传一次，好讨厌哦。啊，是哦。谁要去坐车啊？你们要坐车？运行中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你这样在上面很恐怖、欸、你知道吗？你要给我死就给我个痛快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你知道这里有个地道，这个地道可以干嘛？杀了你再跳进去。哦，是哦，那拜拜，那再见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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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你不杀我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知道谁是另外一个呆呆鸟吗？我知道能砍他就死嘛。看，我觉得我这样超危险的，这怎么玩啊？我是要解完任务，我现在解，我想快速把任务解完。羽毛，哎、欸，羽毛，刚刚你说的你是什么？加拿大吗？加拿大，对。OK。慢点，先，我刚刚看到老大从上面走过来，然后那个谁瓜就死了。对不起、欸。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丹鸟死了，我会知道吗？有人变音了，哇，有人变音了，谁啊？蒂尔吗？蒂尔吗？喂喂喂。我看到尸体的时候，你们全部一群人瞬移上来，那是什么回事、啊？叫他什么名？就他被刀会那谁帮？请蒂儿说话。不是啊，我有亲眼见证到老大把他那个哈瓜变成两半的瞬间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了耶。你好像都无条件相信他耶 ，Saki。哎、欸、对、啊，不是你好无条件相信他耶。在帮我，他们刚刚在帮我。我觉得蒂儿有话想说。老大，蒂儿说什么？等一下，因为你现在是派对咖，你继续说。你现在是派对咖。Kenzie 一直跟我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一直在看 Saki 要表演那个他的功能。Saki 对对对，我们刚刚下面一堆人在看那个 Saki 要表演，刚才讲成 Saki， 我天哪。Saki 那哈瓜觉得很危险，所以他站上面一点点，可是没过多久 Kenzie 往上走，所以就发现他死掉了。所以 Kenzie 真的就谁往上走？KSB 没做事 ，OK 啊。然后 KSB 咬老大是不是？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 KSP 有没有可能是杀到加拿大了，然后直接爆掉？因为我到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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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没有杀。听我讲，听我讲，我们下面太多人可以。我知道加拿大二是谁，我知道加拿大二是谁，所以不是。哦，那我现在知道了。我现在有在怕老大是决斗呆呆，不是我决斗呆呆屌吗？不是，可是什么决斗呆呆屌？什么决斗呆呆屌？什么东西？我还在
是杀掉呆呆，你是怎样吗？所以你这样咬的话，我会跟你一样。他老大是杀掉呆呆鸟，然后他自己也是呆呆鸟，他被票选出来的。如果投我的话，我觉得投我啊。他现在老大现在想装呆呆鸟，我觉得我现在就老大想装呆呆鸟。我觉得米露应该不会是呆呆，我觉得他也不是乖乖啊。我对他一开始有点慌，然后你讲他是呆呆，他的突然讲说你投我啊，就是突然开始在自暴自弃那种，所以我会投。没有没可能，真的，我觉得要让你们上当，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啊。可是我要怎么知道另外一呆呆有没有死啊？聊天室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还在，还在有。我怎么知道谁另外一呆呆有没有死啊？就我决斗呆呆鸟，我不能确定谁他有没有死掉。你回来了，你回来。我们一起坐船好不好？一起坐船好不好？你不坐船吗？喂，那我要开船了。欢迎光临，真的、啊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这里？干嘛？你是谁？要记得有歌词，小心、啊！我要解任务的。小心 Seki 过来了。小心 Seki。小心 Seki。Seki 是刚刚怎么了？哎，我好，我没做到任务。我做到任务干嘛？哎。大家好，我们消毒时间到了。我应该没死吧？不是，KS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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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觉得这边一定要票一个的话，我们现在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就好像只能票老大，票老大了，不是吗？不是老大，我是呆呆了，可是现在就是怕那个呆呆鸟怕、啊。不是啊，他不像啊，他更不像呆呆鸟、啊。我觉得不太像。OK， 好，就不像呆呆鸟，我们就。票老大吗？我票老大了，我票脏是不是？我票老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拜拜。老大会不会是呆呆鸟？拜拜。他呆呆鸟，他现在就太笑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就哈哈哈哈哈哈。如果是的话，IQ 两百送那个。对啊，我也认了啦，送你无私定了，老大。会吓到最后。赚到了。他们弹去。耶！我终于在这里了，我终于可以做任务了，我终于可以做任务了。这是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，龟龟？你要杀了我了吗？我是要跟人在一起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！这没办法。这个我们有两个目击证人啦，我们在桥梁，然后看到谁的尸体？第二的尸体。然后乙提跑出来，啊？哪里呀、啊？那个桥梁。桥梁是哪一个啊？我人在电机室出生呢、欸啊，然后我现在在维修室。OK， 那有变形者可能。那对，有可能有人看到乙提在那个维修室。确实，因为我觉得乙提一开始表现也不像。反正我跟鬼鬼看到尸体啊，我跟鬼鬼看到尸体，看到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乙提把他刀掉的。坐车，你跟羽毛在坐车，那秀康跟 CT 哪里？那就确定变形者。秀康在那个那边确定变形装载舱那边。我现在我开始可以当鬼魂了，我知道。可是我现在我刚本来想咬，但是我刚刚不管怎么样都很可疑，你知道吗？鬼鬼会保我，你知道吗？鬼鬼会觉得我是呆呆鸟，所以我不行。我刚刚不能那个。我现在想办法给鬼咬，对啊，就这样子、啊，然后要制造这个情况，所以我刚刚、就是，我刚因为我刚不确定另外一个呆呆鸟有没有死啊，所以我跟着鬼鬼很正常，因为我要把我自己不死、啊。然后现在下一轮我的玩法就不一样了，下一把我的玩法应该是我要单走，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乙提应该是嘛，乙提应该是啊，乙提跟泽平感觉很像，有可能是鬼跟 Restia 嘛。可是他不是说，哦、如果是你要用双狼互补，可是我确定他不是说他刚刚最后才经过鬼鬼跟 Restia 吗？所以幽白的话也不太可能吗？我现在我是可以保人体啊，我贴人渣，我不知道还变形者，不不包鬼鬼讲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是只能变好人还是变坏人啊？他随便，他是变成一个人，现在有好人坏人都可以变，剩下的人两个坏人。好，这就看这场，就看这场了，这场关键。传送机要怎么做啊？传送机要怎么做、啊？
A few moments later. 怎么没有人来啊？来一个人好不好？不是太假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欸，这要怎么下去啊？这按哪个键？这要按哪个键下去啊？秋康死了。嗨，我只是因为怕有鸽子还没死的关系。我 Drago， 你有什么话说？没有，我先说，我看到有人刀了秀康，是那个乙提，然后我怕他变形，我就跟着 他，然后跟到后面变 Restia， 怎么又是乙提？然后他变 Restia，啊，他要下下水道，然后说这个要怎么按？啊？谁说怎么按？谁 Restia 变形状？没道理，那这样 Restia 跟鬼两个人都是鬼了，是吗？没有，他就是抓我的信任，因为我是肉鸡，我要跟一个人。但我哎，欸，不是，但是没有到宝塔。天哪！等一下，对，可是他刚保羽毛哎，可是 Restia 刚保羽毛。等一下，那没有，因为我跟他报身份啊，他也对啊，他有跟我报身份啊，加拿大尔啊，他加拿大尔，你加拿大尔，他不能砍我啊！哇！我刚刚就在左边啊，左边，然后我任务做完了，所以我在左边就是看能不能遇到人啊。然后我有看到羽毛啊。然后我知道羽毛是保，不是羽毛，我这么保你，你不能怀疑我哎。你有看到羽毛？不是，你就在我面前刀人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啊？我刀在你面前刀人呐，我在你面前刀人。有啊，我看到啊。你看到我在你面前刀人？我刀人啦，啊。那你在我面前说这个要怎么按，那个怎么解释？如果有语音，那就不是变形者了。有语音的话就不是变形。看我忘了关麦。有语音那就我忘了关麦。对啊，有语音你是本人啊。那就再会咯，我忘了关麦啊。拜拜 ，Restia， 好帅。还有，如果 Restia， 哦耶。那如果还没结束的话，乙提是不是就会有点可疑？我会投鬼，可能是鸽子吧。鬼是那个啦，鬼是乙提啦，鬼是乙提啦。笑死，太明显了啦！怎么投了是乙提呀？哎呀，然后杀出人，一下子就出来了，上当了，你上当了，好厉害哦！你被骗了，好会骗人哦！可以通语音，我觉得叔叔被乙提救到哎，对，乙提变成我。乙提变成我，乙提变成叔叔，然后那个秀康，没羽毛就怀疑说羽毛，羽毛被骗到了，没有，羽毛被骗了，被人去睡耶，那羽毛被骗了，我完全没变身，我只是砍了一个人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羽毛没带，没有，我过来的时候刚好被骗，我刚刚是故意在，我刚刚就是故意站在那边，然后我看到人过来，我就故意想说，我知道怎么下去，对啊，上当了，我本来还在，我本来还在读。我想要把你杀了。刚刚狼应该是那个吧？泽平跟乙提不是吗？狼应该是泽平跟乙提吗？哎，钓到你了，羽毛，钓到你这条鱼了。然后我已经猜到你是呆子，钓到羽毛了，中招了。哎呀，我才是那个呆呆鹅啊！好厉害哦，好会骗呢，好扯，超厉害的，扯哦！而且他还说啊，我忘记关麦，你跟你讲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好会演呢。哦，影帝呢？哦，太厉害了！你杀我的时候超靠腰的，他问我说：“哎 ，KCP， 你知道这个垃圾要怎么做啊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就按那个怎么？”他说 ：“KCP 人真好，就把我杀了。”好过分，好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怎么解啊？哦，拉垃圾。对，发垃圾。SP 怎么弄？人很好，谢谢你。看了就知道。靠北。